叫杰夫，这是第二次来龙华山，希望龙华山不要再负我了。你这个娃子，娃子。我们现在已经把头灯带上来了，因为堵车，我们差不多6点钟的时候才到起点，现在已经8点了。一只很小很小的虫子掉在我的后颈背后，咬了我好几口，现在感觉火辣辣的。9点钟到了顶，这是我们要吃的菜，都是腊肉、鸡肉。现在是10点半，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睡的是大通铺，一大堆人在那里，大家听这个鼾声。现在是凌晨3:20，跟上次一样，凌晨出发去登龙华山。这是在龙华山的这个3000米的营地，今天如果能登顶的话是最好的，但是今天同伴都不愿意上去，我一个人也担心安全，所以没有上去。这是第二次来龙华山，同样是没有登顶，但是风景看到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，比第一次好太多了，好太多了。第一次完全什么都没看到。